妈妈，我是前屁股出来还是后屁股出来的？你猜一猜。有多少个夜晚，我想躺在妈妈的怀里，但是大多数时间，我都躺在了男人的身边。别人性侵犯你就报道，他做那个缺德事，你就说他性格好。你这个不是做记者的吗？怎么就这么公平公正呢？啥是性侵啊？你妈小的时候，我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要盯着她说，跟她说你爸爸要是待会儿摸你、抱你或什么的，那全部都不行，你要反抗。你的男人，我的父亲，他是你所有生活的谋杀犯。跟这个人跟了那么多年，真的没少遭罪。我对未来没有幻想，我在这里出生，也将在这里死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你日记了。我不能够把你交给一个想要杀死你的人。我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说话，我一个没有天的人，你也必须要活着的。我现在老了，我要看你的脸色吗？难道是我要给你下跪磕头？那你也埋怨了。我还在乎我说话算数？好安静啊！你安静了，这个世界就安静了。